也送到都，加护病房。对，那我们先送到，再跟你讲好了。刚刚那个是怎样？持续追踪他胸腔的吸血。那边退吧。好，在好，那你哪？现在学还好吗？学学弟，你推一下好了。学弟，那个心脏跳一下。好，要隔离吗？还是要住在？如果有家属想探望的话，需要管制。他重症应该需要隔离啊，不然被那怕伤口感感染。染，对啊，会很严重。因为这边我很陌生，哪边是隔离病房？其实我也没有去过哎。他那前面是太平间，你们要去哪里呀、啊？这边，先带回二楼吧。好。二楼外面那间应该可以把那个学姐，你走前面啊。那么多人来干啥？关心阿明呢？阿明现在阿明现在还有意识吗？阿明嘞？阿明嘞？心跳跟呼吸都很正常啊，只是等他醒来，还要等他醒来。阿梅呢？哦，看到了。退两。阿明，你没事了。现在还在最那个麻还在醉，昏迷，麻醉还没退。不是，但医院到底哪来这么多人啊？好了，哎，那请没家事人的，先不要靠没近。事的就都先离开吧，那亲属留下就好了吧。那个家属麻烦留下来一下，其他人先到外面去等吧。怎么那么多轮椅呀、那啊？拉是小梯呀、啊。心，小心。对，走啊，没事的心就跳。那个记者你，我做个记录而已了，我等对下就出啊，去了。好，阿明，怎你么还了？好不？你要跟他说什么？好，我先跟你说明一下阿明现在的状况。他是从山上太高掉下来，摔到胸腔内出血破裂。哦，然后胸腔有积血，我们已经帮他处理完毕内部的积血了。然后现在就是要持续观察，晚安。还会不会有后遗症，或者是会不会有持续出血。如果还有，就要再动手术。啊，目前看起来是没什么问题，可能要再静养个几个月点观点，察一下。好。生命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碍，呼吸顺畅，心跳也正常。可能需要请你或是找人来持续照顾他，陪在他旁边。我就待他在这里呗。就怕说最后只能一直坐轮椅啦。坏消息可能知道这样子啊。不是用到胸腔而已吗？没有弄到腿吧？有，他脚有骨折，我刚刚已全经身处都理喷完射了。嘞，还好小孩子的骨头长得比较快啊，应该还是啊，好你们这医院救不了吗？院长全身粉碎性骨折，他都还可以动了。骨折应该是可以走路，没有那么严重，需要再康复那个复健而已。隔壁是谁？怎么有点大声？我们以为那是阿命啊。那个打呼，那是阿明那个。那时候我也想说，做医生真的很痛苦，大家也想要救一个生命。胸腔。那但是就是你们也知道，不可能就是有可以起死回生的医生啊，能做到就是尽量把他抢救回来，或者是要怎么讲？啊，躲在这边哭好了。可能那时候病人抢救起来，
他搞不好也更难过啊，因为你看他现在如果变成植物人，他搞不好想他觉得很痛苦，想要死，想要自杀，但自己没办法，也不能表达，然后也不想，可能也不想要成为家人的负担，然后他自己也不能说，想要就是怎么讲，不想拖累父母家人这样子，安安，对吧？就不想拖累父母，然后想要，因为你住院去照顾，而且你没有赚钱能力，你就只是一直在付医药费，然后照顾你的钱，搞不好你成功救起了他，但是让他过得更比正常人还要痛苦的生活啊，这搞不好是最不想发生的啊，可能也是有家人或是朋友说，啊你们医生不是要抢救生命吗？啊你们做什么的？那现在是题外啦，这是 RPY， 不是跟里面没关系。现在我角色里面就是觉得说没有把他，不对啊，我应该是医死了才要哭吧？我没医死我哭干嘛？对吧？怎么了？小雨怎么了？你给我这个。啊，让你喝一下，感觉很符合你现在的心情。刚刚有执行手术的，可以来找我一下吗？柜台。这不是酒呢，你有看清楚吗？不然嘞。好。那是水。那个滔滔是调酒啊？不是不是，它是水。滔滔失血过多。哦、好。哎、欸。先去照顾阿明。我不行了。好，我等一下要睡觉了。啊。你不是也受伤吗？刚苏醒后，那个头脑片段可能有点不清楚。阿明现在没事了，学弟，没事了，快点。那个吴道学长，他什么血型？失血过多，糟了，过多。O 型好像剩两袋，测一下就好了。等下先去手术室吧，快点。哎，他刚刚好像我们在山上的时候，他也在山上。现在一是起来了，哦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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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抱错人了。学长，你抱，学长，你抱。哎、欸，你们等一下帮他做一下检查啦。你抱，我离远一点。你们帮他做一下检查，好不好？帮哪一位？怎么了？帮涛涛做检查。刚刚我们在山上的时候有看到他的车，他现在失血过多，赶快帮他输血。快点，快点，先把他弄下。对。好，走走走，快快。那一，学弟撑住啊。你还要照顾依依一辈子啊！你要撑住啊！你要坚强啊！你们才刚开始啊！他现在听不见啊，他昏倒了。不行，就是要一直讲，搞不好他潜意识听得到，只是他没办法回。我去拿一下鞋带。好，快点，快点。涛涛怎么了？他哪里？他失血过多，现在昏倒了，要赶快输血。他血型是什么？我觉得真的是硬撑啊，因为他那时候就要测一下，因为我们不知道检查一下血型，快点快点，问一下看血库有没有血。测出来了吗？他是 A 型，没问题。我去血库看有没有库存。我刚刚先拿 O 型来那个啦，应急。不能啦，没办法，紧急啊！排斥哦，会出人命啦。O 型不会排斥啊。O 型可以啊 ，O 型可以。对啊 ，O 型可以啊。好好，我去外面问一下。他刚刚其实一直在硬撑啊，在他回来的过程一直在担心依依啊。不是啊，我不知道什么情况，我被困在山上太久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觉得他很伟大，忍痛，阿姨心只想着另外一半。我当时发现他的时候也是在山边啊，那时候刚好遇到他们，然后身体其实讲话声音就已经很无力了。我看大家都
很多医护人员都那个，你学弟啊，你学姐，然后院长，就是都出意外。再掉个点滴哦。哎、欸，学妹，哎、欸，学弟怎么了？他失血过 多，昏迷了。嗯，输血了，输血了。但他是 A 型血啊。那个阿花去拿，好像去拿血袋，是不是？是吗？外面好像没有 A 型血，如果有 O 型血，应该要先用 O 型血。对啊，对啊，有，刚刚已经用了。哎、欸，我现在有点很累。哎、啊，他到现在是怎么样了？为什么会失血过多？他刚刚不是坐轮椅好好的吗？他都在硬撑啦。因为我从山边送他回来过程，他一直在硬撑。他现在是哪里有问题？还没检查出来。局长，你可以检查一下吗？我刚刚动刀，其实脑力有点快不行了。好，检查一下，先看一下。他刚刚是可以走路的吗？你们有照过了吗？还没，我现在正照。刚刚都坐轮椅啦，轮椅代步。还好，看起来没有什么，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啊，没有，也没有说摔裂或是什么的。头的部分，那手跟脚呢？这看起来应该就是失血过多，他那个伤口没有包扎好，然后硬撑，然后失血过多昏倒、啊、应该是输血，然后让他静养，把伤口真的包扎好就可以了。对啊，还好啦，不影响他之后的生活。涛涛还好吧？还好还好。你不好意思，那个老汉先出去好不好？这边在动手术。没事吧、啊？我知道你很关心啊，我们从外面讲。他还好，我外面跟你讲。好。哦，这应该看胸腔，应该看这边才对。就等涛涛看哪时候醒来吧，醒来后去病房以后再处理、那個。地上有蟑螂。好，就是他只是简单失血过多啦，这个输血不影响他之后的生活啦。嗯，对，输血这样就 OK 了。好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啊，他有没有其他的问题？没有欸，因为他从山上摔下来，目前还好吧。现在还在观察。对，我看那个依有摔到有点记忆片段。你要不要帮我再去照顾一下安抚他？我等下就把他推出依依啊。哦，上面那个局长他们，警察局长他们在照顾他了。哦，好。对，我不会放他们一个人的。好，他们交给你了。好。真的不能长时间动手术，因为有时候开刀开个八个小时。那个。在山上受伤，其他病人都没有问题吗？出院的，肾癌名比较严重，现在可能还需要在医院静养。然后套套应该也只是失血过多，大家应该都没事啊。比较严重的应该是癌名。这个要那个、啊、让套套好好休养，这几天就尽量不要让他上班了吧。对啊，帮他出去跑一跑，动一动，复健吧。现在等他醒来，看之后情况怎么样，然后吊点滴、打营养针这些，就是都要做，记得啊。可以，就让他跟依依睡隔壁吧。那应该把他送上轮椅推出去吧。好。哎、欸，阿坤。哎、欸，怎么了？你来一下。好，我来。啊，对了，我的车是不是在拖吊车？
快了。不行。到啊，失忆。对啊，他现在情绪，这套套可会，他行不行啊？不是，你等一下，他现在那个状况也不行，真的没有办法。阿多，你有那个，你的喉咙，不正常，听得到我自己的讲话。好，等我下，我调整一下。哎，不是，现在套套，套套醒来了吗？还没啊，套套需要静养。那先带他去病房，先带他去病房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我现在。因为轮椅坏掉了。那套套可不可以讲话？他还没醒来，还没醒啊，还没醒，他就……那我把你送在你女朋友旁边啊，哥们坐到这边啊。请问依依呢？我没有看到他哎。好好好。台大一颗观众。冷静点，冷静点。嘿嘿嘿。二没有啊，就只是失血过多昏迷啊，这个没有影响到什么。醒来好，这个就只是类似缺血啊。因为依依现在情绪不稳啊，他现在只记得套套，好像在哪里甩到，我也这样失忆啊。然后他小时候的绰号就叫甩炮。甩没有啊，甩炮是他的技能啊。一走过来就听到甩炮、啊。那个会甩懂甩。我爸爸最有名的就是甩炮啦。对啊，把他。你是谁？为什么推我？那时候我一甩也是。带你去看你很重要的人。一，他是那个医护啦，你相信他，穿着黑色衣服的。对，黑。赶紧跳一下。黑衣服都是好人。打黑衣服都很好。这倒不一定。来，他，你可能是有压迫到神经，套套暂时性的没知觉而已。他现在还在睡，套套还在休息。他不要死，他没没事的。再过几天，我跟你他很严重吗？依我跟你说，他为了救你，在车上一直忍痛不跟我讲。那、啊、等到快送到医院的时候，还是一直想说，一直要来救你。这么说可能有点煞风景，但是阿信，你可以把他抱到那边的病床吗？两边为什么要听不清楚？好，对不起。他为什么要一直救我？哎，点点，你帮我推轮椅。因为他在哪里？你是他的心上人啊。阿公，你干嘛？阿公，我只记得，嗯，我只记得套套阿明。我们这边，什么心上人？他。他到医院前一刻一直都担心你有没有获救。你是他这辈子最重要的人呢、啊。你看可不可以跟他多说话？他真的对你很重要，你对他更重要。看你有没有办法让他醒来啊？你有听过白雪公主的故事吗？什么？你没听过的话，点点可以跟你说。应该我没听过啊，抱歉。反正就是一个吻可以让一个人醒来啊。我为什么要亲他？因为你是王子，他是公主啊，他现在昏迷过去了。你猜王子啊？没事没事，反正你就是跟他多说话，看可不可以找回一些记忆啦。
为什么？跟我有关系吗？那你还记得我教你怎么打架吗？什么打架？就那天我们在医院打架，你不是说想要练？嗯，不知道。不知道，那等你教好了，我再教你一次吧。现在没有人在割蛋蛋了啦。阿明呢？阿明现在还没醒来吧？好不会演戏哦。是谁？哎，依依，你记得我吗？哎，学弟，啊，如果那个他们受太大刺激的话，你就那个、啊、就打下去吗？不是啦，就是哦，就是看想办法不要让他一直不要让病人一直受到刺激啊。嗯，对啊，然后因为他看起来，因为他看起来好像是有点失去记忆了。觉得他好像有点害怕、啊，对啊，然后如果就真的不行的话，就让看能不能让他躺着，然后打那个就对，先让他睡一下，对啊，我知道啊。然后那个吴涛学长，就是你的那个吴涛学长，不是我的啦，乱讲话。哦，是啊，那是市民的，是不是？市民的，市民的吴涛学长，那就他那边你就再观察一下。好好好，对。会的、啊，你先睡一下，我要先下班了。好好好，对对对，交给你了。小五值大夜啊。哦，对了，有小五在，应该是没什么问题。学妹，那病人交给你们了。那你们呢？不是啊，我要下班了、啊。哦，你要出城了是吗？对啊对啊，有急事。你要出城了是吗？我没有没有啊。好好好，那好，那学长你先出城吧。好好好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哎，涛涛。阿坤，早日康复啊！谁？啊，现在是怎么？哎、欸，小心肝，哎、欸，我们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，走开。他们两个都失忆了是吗？怪。对不起。我是知道依依有些失忆啦，但是涛涛的话好像刚醒了。不小心手滑。医院交给你，我需要透透气。我刚看太多血了，我现在手有点抖。我也想出去透透气。我叫他们有急事打给我。你放开我啊！放开我啊！我没事、啊。好，我去想一下。你现在干嘛？你要把代理那边的、啊，让他们情侣讲话啦。你怎么疼？不要乱打人呐、啊！真的是，不小心见到了。出来啊！白痴，让他们情侣讲话。我就休息了，我想说 你没事了，我就休息了。跟我有关系吗？我点到了，没事哦。没有，是我自己，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想睡了。哦，你没事吧？拜托，我一定。你看起来。我一定困一棍下去啊！不知道，我没有朋友。你怎么会没有朋友？没有朋友来接我。你还好吗？你记得我是谁吗？涛涛。然后呢？你不记得我？涛涛，然后呢？你怎么变得这样？到底出了什么事？你为什么变成这样？有没有医生啊？有没有医生？怎么了？依依到底怎么了？
一，他到底怎么了？他摔下来好像撞到头部，现在他为什么说他没朋友？他为什么好像不认识我？他好像谁都不认识，只记得习德而已。一定要把他治好，好吗？有啊有啊，我会努力的啊。好，现在身体状况怎么样啊？阿明现在睡着了，他状况稳定，不用担心啊。我有点晕，我可能还在做梦。有点积血，然后他可能要躺一下，他可能要我们要干啥子啊？是我害了依依啊！不要想太多啊！是我害他变成这样的。依依，你还记得谁吗？阿明、套套，两个名字。嗯，对啊，他就是套套啊。如果一开始就求救的话，然后嘞，他不记得我了，心肝。点点，他记得你，只是想不起来而已。心肝，我求你了，你一定要医好他。我一定医好他、啊。我不在乎他想不想得起我，但他的日子还是要过下去吧。哎，依依，你记得我是你的谁吗？你记不记得我们之间发生过什么？什么？我们吵架哦，还是打架？我们为什么会吵架？吵，你记得吗？吵，头痛。好好好，先到这边。他现在可能会恶化，先不要跟他让他想太多啊。那谁腿断掉了？我觉得他快想起来了，你再给他一点机会。那如果他头太痛的话，我就把他推走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，我们为什么会吵架？你记得吗？吵架。阿公。对。阿公说了什么让你很生气？阿公检举我。检举你？他这个在装小。头痛。涛涛，我先带他离开一下哦，让他休息一下，早日康复啊。根烟给你抽啦，不要想太多，不要用脑过度啊。你们要去哪里啊？涛涛，没有，先推出来一下而已。还是你要去看看太阳，呼吸空气啊？好。小猫，我带它呼吸空气一下哦。啊，套套有事跟我说。好好，我帮你顾着它。你帮我安抚一下套套啊。好。头好痛。你先闭上眼睛，我现在带你出去呼吸空气啊。他干啥子嘞？人家失忆了啦。我现在又坏掉，我干他的死军啊！我打给他，问他在干嘛。我带你去草地上。这个道是不是每七天就会有人失忆一次啊？那个老人是谁？啊，我是你的救命恩人啊！你忘记了？啊，你今天能来医院就是靠我。你救了我吗？对啊，你们两个都掉在山沟里了。谢谢你。哦，我叫叔叔啊，叔叔，叔叔，啊对呀，谢谢叔叔。跟你说，你以前是坐骑的。什么坐骑？你以前是坐骑的。我怎么可能是坐骑的？你是我手下的小姐。公好了，公好了啦。我让他，我跟他说一下他的身世啊。不要，什么坐骑的？
杀。我以前是坐骑的吗？不要这样，阿公，你先回去医院。不有啊，坐骑。阿公，你先回去医院啊。坐骑的也有分。阿公。坐骑的跟敌骑的啊。阿公你好了。阿公你好了，阿公你好了，阿公。你有把他腿去哪里呀、啊？草地上、啊。你哭屁啊！你很赚的，你是我们的红牌耶。阿公好了啦，你先回医院啊，去喜德旁边照顾他。然后我跟他聊聊天。哦好，但我要跟哦。为啥你跟过来干啥？他是我病人啊。不回啊，我好好照顾他。不行不行。叔叔。这位又关病人安危啊。叔叔。啊。我以前真的是坐骑的吗？对呀、啊。我休息下车。我怎么这么没用啊？木鲁啊，你很游泳啊，你帮我们转了好多钱啊！等一下，没，我们刚，跟你讲啊，那个淘淘啊，不是什么好人啊，他当初说要把你买，要把你把那个蜀神的钱都交，让他们爹黑，你。所以那个涛涛他是坏人吗？而且老乡还跟我说，他每天上班都……你说他……我怎么心痛痛的？阿公，阿公，你等他好一点再讲吧。你别痛，你别痛啊！阿公，你等他好再讲其他的啦。这样还是我帮你，还是我帮他揉揉啊？你哪里痛，我帮你揉揉。他不是叫叔叔吗？我习惯叫他阿公。叔叔，这个叔叔是我的救命恩人。对啊，对啊。整个道，你只有我能相信啊，其他人你都别相信啊。好。小心你跳一下。等你那个心情整理好了以后再回来救爹啊。不行啊，我把你以前的事情慢慢跟你说。我要敬老尊贤。我一定要回去吗？他再过头一点我就要扁他。当然了，你那个赎身的钱都还没还完啊。你现在还是我们的人啊。哎，阿公你好了啦。我跟他说实话，我咋的啦？那之后再讲啊，你现在讲他万一出事怎么办？不回啊，他你们医院就在旁边，他出事还不叫你们医院负责啊，他奶奶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会回去。莫事，我们没有亏待过你啊，我们都对你最好了呀。好，那个涛涛医生，你们怎么那么医生照顾啊？我叫小猫去帮我看啊。旁边冰创有一个阿明，你有没有看到？有个七岁的小孩。不认识阿明。阿明，你还记得吗？阿明，涛涛。然后呢？阿明，哎、欸，阿公，你再讲下去，我要打你了、哦。干啥子嘞？不要再讲了啦，让他休息啦。他想听啊。你只会让他哭哎、欸。我接的电话。谁啊？对不起啊，我没止住他的嘴巴，你不要想太多。我以前真的是坐骑的吗？其实我认识你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身份啊，但以前我们是好朋友啊。来不及了，我已经听到了。以前你常常有时候跑来跟我聊天，你还记得吗？不知道你是谁。我没关系啊，反正刚刚阿公讲的话你听一半就好啦。反正他就说这个岛上。唯一相信的是他，你不要听这句话就好了。可是他救了我，不是吗？我记得是别人救了你啊，因为当时他一直在医院里面晃来晃去啦。嗯，他为什么要骗我？翻新的女人一亿呢？啊，在这里。哈？干啥、啊？这是我最关心的女人啊。嗯，我在安抚我的病人啊。叔叔。哎，咋的啦？我会回去，但是小心看你来一下，要
这边要外面讲吧。要等我好一点。要木有问题啊，你要多久都可以啊。哎，那个孝行啊，医疗费全部我出啊。孝行，你听到没有啊？我不知道我是做。欸、小心肝，我跟你说啊，刚刚偷偷跟我说那个，不要让阿公接近依依啊。太慢讲了啦，讲一大堆，我天啊！我跟你讲，依依好像之前就最讨厌他了。好，等一下。阿公先出去啊！阿公，大病人了。阿公，对啊，阿明已经休息了，你先回去啊。你不是说他不好吗？阿公好。叔叔，你有没有毛病啊？他是王八蛋。叔叔，哎、欸，阿公你好喽、啊！阿公，你这样要报警喽？你报警啊？咋的了？好，你不要动，我要报警哦。啊，你报警啊？阿公出去了、啊。你讲，你今天报警你就完蛋了呀。咦？哎、欸，不是，你不要坐在我。啊，你我要抱他，你怎么跑过来？我报警了，我报警了，你性骚扰，我报警了。好。你小心点。嘿。你刚。你刚干啥呢？欸、别走啊，小心肝啊！那个他不小心了、啊。那你现在是怎样？你刚怎么抱人呢、啊？他那些警察局都不接电话，干啥子、啊？怎么了？好了，阿公，你不要进去了哦。哎、欸，好，哎、欸，养乐多，现在跟那个没关的，不要进医院啦。这边警戒线拉起来了，好不好？你也不是他的家属啊，你现在也不用进去了啦。误是他的经纪人啊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没有啊，现在这样也没办法，他需要的是家属啊，阿公。他现在看到你只有压力啦，你在哭、啊，你先让他休息嘛。阿公，你要相信我们医生专业的判断，爷爷，好不好？你先让他休息一下，他好一点会通知你啊，爷爷。你让他休息吗？我跟你说，养乐多。啊？我跟你说，你不要跑，就你。怎样？养乐多，我跟你讲啊，你刚打我那一拳哦，我的眼镜的钱你要赔我。赔你啊。有没有看？你还动？就是你。好啦，小猫刚没事啊。哦，你还好吗？小猫没事。多多，你一句话。没有问题啊？你现在说啥我就做。什么？他是小猫？要不要出去讲啊，多多？啊？阿公，你心情还好吗？阿公，现在怎么样啊？我看不到路。啊、那边给涛涛和依一点私人的谈话空间啊。啊，依依现在脑袋清楚了吗？嗯，他可能血块还压迫，血块压迫到他的脑神经。哎、欸，多多，你的声音怎么像小猫？这个情形可能就是你可以带我去衣柜吗？血块会不会清楚？衣柜是不是恢复记忆，或者是说他就失忆了这样子？所以你是养乐多还是小猫？我是小猫啦，你的声音都认不出来，太扯了。看不见啊，被挥一拳，而且刚刚是要抱阿公，抱到你啊，还被打，我的天啊！哎呦，他比较激动了。我还想帮你们两个凑在一起，结果被他打一拳，我的天啊！哎呦，那你啊，我找一下眼镜啊。眼镜。哦，好了。好，不好意思啦。我的妈、啊，看不见啊。没事。那、啊、所以多多还好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他刚突然压起来。哇！在这里。啊，不要找他们吧。哦，好。哎，我觉得你不要跟我走太近吧，我觉得。嗯。他刚因为我抱你，他打我，如果你又跟我走太近的话，他一定更不开心啊，对不对？啊、嗯。哎，有狗出去了、欸，我要去玩一下。
里？你想去哪里？我带你去。你们他奶奶停下来！你们又冒病是不是啊？哎、欸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你是坏人。阿明，我不是坏人。阿明休息了，休息了。我怎么可能是你的女朋友？叔叔说你跟很多女生都很好啊。偷听。哎、欸，这边你们让他一点空间好不好？好，因为有让出空间。你到底为什么要相信他不信我？我到今天。我都还在努力凑200，我阻止嘻嘻他奶奶的。哦，学弟，这怎么办？我就是坐骑的。我现在头好痛。你不是？我不想要在这里。你看顾你们，啊，我们都在医院当看护哎，哎，小心肝。我现在头好痛、哦。哎、欸，小心肝，你看你这样啊？我们都在医院当看护哎，你们专注是真的能力不足啊。我挡不住人啊，我好头痛哦。哎、欸，要睡觉，赶快去睡了。你是不是都在医院度过啊？我也不知道。哎、欸，你们好了啦，我想可是你们是好了啦，不要好了，不要再听这种走了啦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回去。人家那个爱情是爱情，你们不是要白发会？你管一下，不是你管一下你兄弟，他也趴在那边、嗯，我就叫不动他，你叫过来啊。你觉得我管得动吗？好吧，好吧，过来。哎，我走了啦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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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不要吃狗粮了，这种东西没有兴趣了，不要吃狗粮了啦。一是我的，放三小，放屁啊！一是我的呀、啊。哎，你们在干嘛？阿公，关你什么事、啊？在吃鸡冰换了，你们几个，你在吃鸡他们喽。我的天哪、啊！我可以开很晚啊。到底是来干嘛的？我其实都有开很晚啊，只是来抢女人的吧。哇，红牌、欸。她不是他们的，也是全职的小姐吗？我不知道、欸，我认识一真的是，当时我以为她是修车的啊。哎、欸、哦，对、欸，她是修车的哦。对啊，啊，我记得忘记了，当时她就是无聊要聊天来找我聊天、啊。没有啦，她兼职的啦，她是兼职的、哦。你好像很熟嘛。你有点没有啦。对、欸、对、欸欸、你对他特别关心、欸、那时候大炮、欸、那时候大炮也在、嗯、可以接我吗？可以可以，但你自己要注意身体状况，你觉得一有头晕你就要立刻回来就医哦，现在是特别放你出去好不好，特别时期，那你一身体不舒服今天好像这样就没了吧，你们都处理完了啊，应该是没有。我今天动刀，我现在其实眼前有点花。哦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刚好看到你们动手术。小花，我们应该可以出去了吧？嗯，好啊。你没事，不然整天在医院也不好啊。小心肝，我们先走了。好好好，你们去约会吧。哎、欸，多多，刚刚的事，抱歉啊。没事啊，可是我身上没钱了，没什么钱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我突然破产了，你有头绪吗？没有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你也失忆了吗？你要住院吗？我身上都50,000,000的，我现在打劫了，打到你们了，打到你们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教院长打劫了。打劫了，有没有仪式？有没有仪式啊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打劫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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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个老二打劫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对了，他们两个你们决定一个人要被切掉，要是谁？他有欠那个习惯捐赠，你直接切掉，捐给别人呗。切他的，他的准备了，准备了，准备了，两个了。他的比较年轻，他的比较好用。切他的，切这老头的啦，这老头的已经没用了。他的会长出来，缺班了，没用了。是啊，阿公你啊，就他了呀，就是你啦。哎、完了，依依，你老二又不见了。不是，你刚切错。没有啊，他在啦，都在，好不好？都在。哦、我们哦，他只是把我们解开打结而已、啊。对，我们解、哦、解，他帮你还在叫，帮你解开打结，还在叫，都在，好不好？都在。
老头，不错嘛，保持不错、啊，你的老二还是非常牛逼的。啊对啊，我一直都忘记问啊，嘿嘿，现在到底剩几颗？啊，命两颗啦，是你跟我比也没有啊，你要跟里面、哦、都在了、哦，里面那个比、啊、都在了，都在了。你们到底有没有看过阿命的啊？阿命那个是卧神的。哎、欸，学姐，我先出去一趟，有人找我。对啊，啊，所以说。为什么老二每次可以打劫？对啊，为什么老二可以打劫啊？哎、欸，没车哎、欸，稀奇，怎么会没有车？没什么车哎、欸，好夸张哦！这台车好是好开啊，但真的太轻了啦。我喜欢那种重重的感觉，这样飘逸才有感觉。哇，顾聊天，觉得我会不会绑架啊？你看，突然两个人找我，同时，然后就突然被绑走了，然后医院又缺人了。哪里啊？看夜景。晕的晕的晕！我喜欢胖，没有，我喜欢重重的感觉，好吗？有练身体的女生也是很重的，好吗？身上是肌肉、欸，哎，咋了吗？哦，原来这里哦，早讲嘛，那边我常来啊，常开着暴君哥飞来这边啊。这里啊，来喽，小心肝！哎呦，你们两个在约会吗？哟，没有啊，约会怎么会找你啊？当电灯泡啊！哎、小心肝！哦，好累哦，来来坐坐坐坐坐，看夕阳啊！动了好多次手术，头有点晕。我带面包，要不要吃？哦，不要，身上很多。哦，你要我也可以分你啊。我不会卖你一颗两千，我不是那个喜得智障哟。我刚刚就是抢救他啦哟。那怎么了？来，你说。就我们稍早医护发生一件很严重的紧急大事。来来来，我跟你讲，我们现在时间非常多，因为我们要看夜景。所以你来讲故事，我们两个听怎么样？哟，就是刚刚喜德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全程都在找他，那但是找到之后呢，发现他在一个很高很高的山上的很高很高的一个瞭望塔，好感觉好棒哦，好想去。对啊，但是他就是摔下来跳楼了。他自己跳的还是失足啊？就是失足啦。因为我是透过无线电听那个找到的那个学弟讲的，那因为要救他，我们出动了直升机，那直升机上有两名医护，啊，但是好像是准备要救到的瞬间，直升机就毁了。啊？为什么？不知道，可能太低吧，然后螺旋桨去绞到三角还是哪里的，就爆了。所以又加重。更多伤亡。对，然后我们那时候医护刚好人比较多，就分级批过去。因为当下城里面发生两起，就是也是需要急救的。然后山上又有三名需要急救的。那今天很忙。很忙啊！今天不是一堆事情，怎么这么多件？今天本来都没事啊，准备下班睡觉了啊。就忙到刚刚两个多小时，那忙完了。现在暂时啊，我们现在病院就我们的学弟跟其中一个三患
一一你知道吗？我知道啊，我们车行他车场的，他摔，他就是也在现场，然后摔到失忆了。他在哪里啊？直升机吗？他跟套套，就是套套学弟啊，找到他，然后他们在很高的地方，然后一一好像就是很靠近那个吉德，阿九好像也一起摔下去了吧？这点我不清楚啊。你没有急救到他吗？那个山上，对啊，我只负责载人回来，那车子也坏了很多次。啊，他出院了吗？现在坐着轮椅啊。啊？对啊。那他怎么修车啊？可能就先休息了吧。工作。对啊，再跟你们老板讲一下，要讲一下。嗯。啊，刚刚就是希德就是动了很大的手术啊。一开始我先操刀啦，然后后来就开始陆续有人，就是可能进医院帮忙用。哎、欸，我们这简讯是什么？我看一下。不是，我们可能要先回车库一趟哟。对对对，我们这个观音骂子是要赶快回去了。对啊。啊你们走吧小，我们先回车库小睡一下。好。哎、欸，我以为你要开哎、欸，要让我开吗？啊、开了，开了，会很晚回去。你开，你开，你不要啦，开了，你开下去，你就直直的顺下去就好了。不用不用，你开，你就加速冲下去就可以了哟。那等一下你要帮我修车哦，不能算我钱哦，这是。好啦好啦，哇，哇完了，哇哇，要修。我觉得你开跟我开差不多啊，好啦修车了。等等，我停下。马上修。嗯，好。对啊，我觉得你开跟我开一样，所以你开啦。因为刚刚也是直接往下冲啊。好啦好啦好，直接下去就好吗？对啊，直接下去啊。等下要飙一下吧，我不知道路哎、欸。下去用不到三分钟啊，很快啊。那我就直走、哦。好啊。哦，换来。哦，不用重启哦，所以不用回去了吗？啊、到底，我好像比你好一点呢、欸，坏了啦！坏了啦，怎么直接坏了？你直接撞在树上面，当然坏呀、啊！没闪过好不好？哎、欸，所以我们怎么办？来得及吗？他说不用重，不用海啸啊，然后、哦、不可能啊，在想什么？可是好像要出去哎、欸，好像要睡一下、欸。没关系啊，3000块我自己出啦，这还好。这个小钱小钱，也、欸、对我刚刚没有跟我学姐领钱。你们是说我们两个的配对吗？啊，真的要配的话怎么讲？不行，觉得不用啊，要吗？我不太懂哎、欸。好像哎、欸，都跑掉了，直接。哦，还是要啦。好吧，那应该在这里就好了吧。等下车也不见啊。哦。我先带你去市区啦，你先上车，你先上车。还有2分钟，因为那边车子少比较多，安全带哦。嗯。哎呦！哎呦，等一下，不要笑、哦。我觉得我是真的手速动太多了、欸。等一下，
相信我，我真是手速动太多，我现在眼前真的是有点，你知道我路在晃吗？我没有酒驾。那应该我开的。啊，我觉得这边应该就够了、啊，那我们等下见吧。好啊。好好。好啦，我们先换 IP， 我先挡一下。哇，我搞不好要重开机耶，不然我们今天关台好了。你们知道一堆帮小心肝配，你们知道一堆什么意思？你说有其他台的人一直在配对吗？我听到的就只有小猫啊，还有谁？没了啊？什么猫干猫啊？那、啊、其他我就没，我就不知道了。我跟男生，我跟谁？有的话应该只有吴套套吧。哎、欸，我可能真的要重开机耶！我重开的话，你们还要看吗？还是就去休息了？因为我等一下也只是就聊秘密了啊，不是聊秘密啊，讲讲刚刚发生的事情而已啊。会看，那我先重开机哦，不然我这个打不开。看你要不要开哦，我是可以开啊，只是我是怕有人。像要上班上课啊，虽然他可以不看我的台，去看其他人的台啊。好啦，我先重开局啊，等我、哦。